阿贤，你坐太久了，跟着一起运动。运动什么？来啊，呆呆兽。好，欢迎回到我们的极致人运动教室。现在我们要做比较动态的部分，叫做功能性的有氧。功能有氧，所以我们要把有氧做出功能，叫做腿部四大操。听大爷啊，鬼步四大天王，鬼步开启。好，右，好右，左右，好，四三。准备勾大腿，来勾左脚，勾右脚，勾左脚，勾右脚，不要小看勾腿哦，每勾一次心脏就会活跃一点，因为后大腿号称人类第二心脏，同学做得真好。哎，看我们没有歪骨盆去勾，错误动作就是去扭骨盆，不要扭骨盆。好，继续四三二一，脚跟向前，左脚跟右脚跟，如果你站久了脚好酸，做踝关节操，一二一二，好，一二一，简单。谁的脚踝最健康？我的脚踝最健康。好，下压是要说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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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备把膝盖抬起来。第二个操叫抬膝盖，抬膝盖，520。啊，搞被骗了，超级歪，妈的。520，好还那么认真运动，你给我520，但我只能说接的不错啦，骗得大家团团转了。